佛在，这个在这一个字，我们不能够疏忽。没有说佛住。我们今天观念当中的住，我们住哪里？这个住是个错误的，在是正确的。佛无所住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凡夫坏呢，就坏在一个住，住有坚固的执着。这住我们一般讲攀缘了，在是随缘。我们要细细体会这个意思。是在讲佛住哪里？净虚空变法界是佛的住处。你说他这个境界多大？心量多大？我们凡夫观念上，我有个小房子，这就是我的住处。你看境界也很小，心量也小。迷失了自信啊！所以经典上字字句句都含着很深很深的意思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我们今天在新加坡，绝不是住新加坡。住新加坡，那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起了，再没有。无处而不在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哪个地方就现身了。诸佛如来如是，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那么自在，但是有相似。相似我们可以做得到。